真相的保险，就是讲，因为伊予你的这个 tax， 这个 benefit， 这个 premium assistance， 把你的保费 wipe out， 好、哦，把你提掉。那是讲，你啊、你的保费 family， 这个家庭，你的 insurance premium 剩下爱600块，那是讲爱600块。但是你因为你 qualify 这个premium assistance， 伊600块拢总政府把你 absorb 起来，伊把你收起来。安尼时阵，你等于你保费零，所以保费保费啊，搁是伫遐，并无降低，保费是伫遐。伊安怎爱政府爱付钱付我迄间公司，看你甲做一间公司不灵，伊安爱付我，是干用政府的钱来付伊。啊，政府本来是讲，伊无用着 taxpayer money 嘛对，伊是讲安怎讲，伊是讲你报税了。你也再提了，啊，即嘛因为第一年要 incentive program， 要鼓舞大家来 join 这个 program， 伊是讲你这个 tax benefit 会当尽情提出来用 ，even 你咧 apply 时阵你当提出来用，伊相信你报的物件对，但是伊阿爸给你 order， 所以这个都等来，就是讲有真侪人讲我要来申请这个 Medicare， OK， 但是我无报税， and not work， OK， 你一定要报税，伊就我都给你 verify，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 concept 是这样。过来就是这个 program 吼，咱即马已经开始伫这个 open window 吼，伫这个就是讲 initial open window， 对10月7伊开始互大家申请，对无？啊，因为这伊确实都顶几日开啊拢宕机嘛，含 A 金要上网嘛，拢无得上网吼，所以伊即马本来要求讲10月7，你若无保险就开始要甲你罚钱啊，对无吼？即马是延期到3月30日。所以你每一个人，你若只要阿孙老师，你伫3月10日以前，你有买的保险，吼，你都 OK， 无问题，吼。啊，明年的时阵，伊有 annual open window，annual open window 其实这是跟 Medicare 的 concept 同款 ，Medicare 嘛是10月15日到12月7日，今年就是安尼 ，Medicare 已经是安尼。啊，你这个 Covered California Affordable Care 同款，就是讲 go back 一下，因为。伊伫真短时间，伊无法度去开 一套新的物件，伊必须要 follow 即个过去 Medicare 即个 operation system 吼。那么你这个 individual program 就是讲，好，不行，你将要开始要，你感觉你有需要，从你的囡仔有需要，你要申请，第一你会当，迄个上网去，吼，伊公布大家上网吼。上网了，我等下个操作给大家看。你着上网了，啊，你按那一点入去了，啊，然后你着上尾啊，你爱付钱才有准算 ，OK？ 你不管你做几波，你若无付钱，无准算。所以你必须要伫这个今年的吼12月15日以前你付钱，那么你的 policy 才正月七才生效。啊，你若伫12月20日，你着爱 delay 到。12月7伊就对了，伊就是以下类推就对安尼，吼，拢是伫伊个 concept 就是讲，你即个月申请，后个月生效就对 ，concept 是安尼，吼。即个吼就是算讲，伊要算保费时阵，伊个问个问题真简单，伊袂当甲你问讲，你过去有破病无啥，迄拢无啊，过去咱咧写。迄个 medical insurance 上主要就是讲，你有食薰无啊？你有过去有啥病无？即摆这拢袂使问啊，吼，这拢无，这拢袂当问。干呐问啥？你存几个人？吼，第一 zip code 啦。最近有一个 engineer， 你可能有报纸看，有一个 engineer 设计一套真好的 program， 即摆足济人利用，我等下来个解释啊，吼。迄个主要甲你个 zip code 拍去，伊就甲你讲，你这个 zip code 有几个 program available。吼、哦，啊你 available 迄个 program 了，你才入去讲，阮兜几个人，啊你偌济 income，affordable care cover California， 敢若问你几个 question 啊？第一，你住倒位，吼、哦，第二你厝里几个人，啊，这几个人内底包括是讲你的年龄啊，吼，是讲啊我第一个人40岁，第二人35岁，啊囡仔几个，大概安尼吼，就是讲你的迄住倒位几个人，你的 income 偌济。哦，你大概收一干物事，伊就我就甲你算出来，多一下。你家己只里面选择讲，我要迄即个即4级的保险内底，我选择一级，哎，啊你选定了，
伊爱交钱，当伊爱甲你 verify 了，啊，你就先行。哦，所以这个申请的手续是这个手续，吼、哦。那么，什么人会当申请？吼、哦，是不是讲每一个人伫加州拢会当申请 ？Almost， 就是讲，主要你若是 legal resident， 就是讲你若公民，还是讲你是 national， 你是国民，吼、哦，就是讲，啊，是讲你有绿卡，即种一当算是啦，拢会当拢会当申请。啊，有几个人例外，就是讲你 undocumented 这个 resident， 你本身是。非法移民 ，OK， 伊无好伫来伫内底，啊是讲你即马去用关伫家家内底，起码袂蛮好伫内底就对了吼，有几个例外就对了。当然 ，detail 超过三十分钟，遐个只个 detail， 但大分就是多。你若伫美国，你有 legal document 的迄个 status， 你就会当入去即个 Cabo California 吼，你就会当 get benefit。上重要，你要报税 ，OK， 你若无报税，你袂当 get the benefit。好，谢谢小姐。这是 O 还是 R 还是 O N？ Or N？ Be a citizen and then be a resident. Or. 所以比较简单。Or。OK， 伊有做一个统计出来吼，伊讲即马咱加州讲做500几个人，啊，即个无保险的人，你的 market 伫倒位？伊大概算出来吼，大概有差不多是即个Latin咯吼，算讲对白些国起来，即就南美起来，即占上大部分啦，吼，占即是上大部分。Asian people 大概是差不多 14%。40%， 就即几个 market 来讲咧，吼，所以伊要叫哦，即个publication 啊，还是讲即个 media focus 讲伫即个 market 内底吼，伊政府要补贴钱以外，买占据多一个 market， 你的迄个 buying power， 迄个 market 伫倒位吼。Question 哈、哦。Sure。你头先也是讲 Asian 才14%尔吼。是。啊，即摆我要甲问就是讲吼，像讲足侪越南的吼，咧甲你做整理厝、整理啥物吼，都买啊现金啦。啊，伊无报税吼，啊伊拢无影响啦。啊，伊都甲政府咧讨钱吼，啊讲伊是无影响的人，即类也是包括你的14%也是无的。伊若无得钱，就无伫即内底。也都伊都无影响，就咧甲政府咧讲讨钱的。你若安怎钱，就无伫。你的 percentage 是无保险的人。无保险的人。伊就是讲，照讲，照飞到的记录啦，吼，照飞到记录，就是讲咱加州的记录，你有身份的啦，咱讲这拢有身份的内底，有差不多这个 percentage， 无保险，是讲无得个咱存有金啊，对不？伊就感觉伊真少咧，伊也无必要去保险，确实无保险，这是事实，吼。那么，这是个大简单，就是讲过去咱是安怎无买保险，啊，即马这个卡布条款会当替你解决什么代志吼？大概是这个过去 consumer need 都有，啊，即马有一个 solution 吼。上主要是讲过去保险伤贵，啊，伤贵，即马有降低无？其实无降低，不过你有 tax benefit， 啊，这个 tax benefit 目前应该是继续 continue 嘛，因为讲明年了、后年了。我想这个若提掉，规个拢倒，都无人去买保险啊，都无达到伊原来，搁要扫这个 problem 的 process 吼、哦。所以伊这个 guideline 就是讲，你 qualify 只要那个你的 property line 400% 以内的人，你拢 percentage benefit tax benefit 是应该这个继续存在的吼、哦。目前立法是安尼吼。这是同款，这是个 repeat 呢吼，就是讲你伫 Affordable Care Cover California 你有啥物 benefit， 像这种 Pre-Do 啦、Emergency 啦，啊，你呐，这个 Cover California 吼是对囡仔啊，甲对福利是足好的，因为伊 pay more attention， 所以就是讲照顾这个刚出世的囡仔，还是讲做怀孕的这父母吼，这确实有真大的 benefit 的这样吼。
那么头先介绍讲，伫加州可能有几啊百间保险公司着，真正参加这个 Cover California 几乎认定的。你即摆来去甲百间买公司买保险的时阵，你袂当就着我头先讲遐个 benefit。Tax 什么 assistant, premium assistant, no more. Okay, I make sure 就是讲你 understand， 你的迄、那个啊、tax benefit 是干哪？你甲政府指定即几间保公司去买咧。啊，即十二间来咧，即马第一间阁抬轿去啊，即个啊、Alameda Islands Health Program， 这是管政府成立的啦。即内底有几啊间是管政府成立的吼。那么就讲，咱 Silicon Valley 其实是迄个 Valley Health Plan， 伊不一定讲是政府家己，就是伊 associate， 就是讲政府之迄、那个甲目前差不多政府的伊个 employee 拢用这间吼、哦、Valley 迄个 Health Program 啊，所以你十一间内底吼有几间是大家知影，从开设啦，啊这不啊。Cross and Blue Shield 哈，即个即几间来这样嘞，啊，其他拢差不多是政府的对，吼，啊，政府的伊内底有分这个啊，你爱甲即几间比，只要有 tax benefit，OK，、okay? 你若甲别间以外无 tax benefit，、okay? 那么即内底吼，伊分伊即几间内底大概伊的规模啦吼，这个部分我会当看。email 和会长，才会长去计算。这是我整理过的吼，这张是真好，就是讲你有伊 contact information， 伊的 website， 啊伊的电话，你若有直接你当卡来个嘛。啊伊的规模，就是讲伊内底有几个医生，啊有几间迄个 hospital 吼，啊伊服务的范围都大概滴。这个是一个真简单的一个表，不过。